杨幂2014年与刘恺威结婚以来，因没像其他明星夫妇一样长秀恩爱，所以婚变谣言从未间断过。但小两口只是个性低调，不愿秀恩爱，反而平常接受访问会不经意的放闪。刘恺威最近被问到老婆只要秀出白皙嫩腿必登热搜，他无奈笑说再冷一点就该穿秋裤了。据悉，刘恺威最近接受访问，媒体提到杨幂的机场穿搭照时常露出雪白铅笔腿，每次都能登上微博热搜。被问到有何感觉，他大方喊话老婆还在机场美照露长腿，再冷一点就该穿秋裤了。而夫妻俩正值当红之际，忙碌之余又该如何保鲜感情呢？他体贴地说，双方都是同一行业，所以都很了解工作性质，平时除了靠通讯软件维持感情，一共就是赶快回家陪家人。